场上的六位优秀舞者，他们将进入生死一舞。我们的五位导师将选出两位可以继续进入我们武林争霸的下一个旅程。掌声鼓励我们进入生死一舞的第一位舞者。本节目由你本来就很美自然堂雪润晰白独家冠名播出，由果汁健康专家美之源联合赞助呈现。美之源，喝得到的阳光健康。场上的六位优秀舞者，他们将进入生死一舞。我们的五位导师将选出两位可以继续进入我们武林争霸的下一个旅程。掌声鼓励我们进入生死一舞的第一位舞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鼓励芊芊。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雨雪娇。接下来是我们武林争霸舞台上最后一个 B-boy。接下来这一位黄潇，金星老师说，到目前为止，生死一舞所有的加在一起，没有人超过黄潇，加油！孟璇，我们的五位导师将做出决定。欢迎来。
到自然堂武林争霸，跳出自己，你本来就很美。本节目由你本来就很美自然堂雪润细白独家冠名播出，由果汁健康专家美之源联合赞助呈现。美之源，喝到的阳光健康，爱舞蹈爱生活。杰利亚邀您参与观众互动，短信互动或者杰利亚武林争霸官方微博都有机会获得由杰利亚送出的大礼包。节目指定产品赞助商三星电子要您共享音乐，共赏劲舞。六位优秀舞者表演完之后，我们的五位导师每人在他们的选票上写上了两个名字。方俊老师的选择，于雪娇、芊芊、冯双白老师的选择，于雪娇、黄潇。于雪娇目前两票。杨丽萍老师，她的选择杨文涛、芊芊。金星老师的选择黄潇、杨文涛。也就是说，现在小春老师接下来写他的两个名字真的是至关重要，一锤定音。所以说小春老师第一次觉得自己这么重要，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陈大春。大春哥选择的两位舞者，一个是男舞者，一个是女舞者。男舞者，我们要恭喜的是杨文涛。接下来于雪娇和芊芊，谁能够继续留在武林争霸的舞台，就看我们的大春老师选择支持谁。小春老师的选择是于雪娇，恭喜杨文涛，恭喜于雪娇继续留在武林争霸的舞台。武林争霸复活环节逃票规则，自今日节目播出之后，观众即可在武林争霸官方网站为26强中离开舞台的舞者投票，投票截止时间为4月16日24点，届时人气最高的前五位舞者有资格进入4月22日复活环节。